呢日内地一个年度时尚派对邀请大批当红艺人盛装赴会，当中包括三鸟侍后佘诗曼、影后惠英红、李宇春、韩红、陶喆、周冬雨、张君宁、人气小鲜肉于适、张天爱等。呢日每人都按派对主题揀咗一个重要 moment 嘅数字，阿佘就揀咗0713啊。0713就是我选美胜出的当天的晚上，也是我开始我演艺生涯的那一天。而红姐就揀咗喺2010年嘅其中一日，佢当年凭心魔横扫多个影后宝座，更喺相隔28年再封金像影后。派对选择了一个数字0418，这背后有什么想分享给大家的故事吗？是2010年我的重生日，对，因为是重生再去拿了一个奖，让我能够继续我的演艺的路嘛，所以才有今天的我。对，如果那天我拿不到，可能就没有机会再拍戏了。内地小鲜肉于适凭参演电影《封神》而为人熟悉，最近佢更凭以新疆游牧民族为背景嘅电视剧爆红，剧中佢嘅长发驯马师造型吸粉无数，更令佢受欢迎到获邀参加呢日嘅派对啊！第一次来，时尚芭莎的活动，然后，也挺巧，就是说我其实去年的这个时候正好就是在新疆，正在拍《我的阿勒泰》，然后一年过后。来到了我们的时尚派对，然后又现在正好在播，然后我现在的感受就是，等一下可能下班之后，要去继续追一下我今天的剧。张天爱呢日嘅透视晚装相当性感，为咗呢身装扮，佢事前都步步为营啊。前天订好这套衣服的时候就没有敢吃饭，我刚刚发了一个微博，说非常期待红毯之后的那一顿饭。